Hello， 大家好，新的一天，我们今天早上起的有点太晚了，九点半多才起，很多间早餐吃早餐的餐厅都已经关门了，我们就只能去吃了那个和昨天中午去吃的同一家自助，但是也还不错。然后我们已经吃完回来啦，我今天穿这一身，就一件短上衣，其实这件是毛线的，然后它能穿的季节很有限，就是夏天穿会热，冬天穿会冷，就想说赶紧趁有机会穿一穿拍拍照。然后一条短裤，一个粉色包包，正好和我这件毛线上衣上的这个粉色花花很搭。我们现在打算去船头看一眼，然后拍拍照，然后就去泳池那边玩了。今天这一天都是sea day， 就是不靠岸嘛，所以今天一整天都在海上。那么我们在船上的活动就也会比较悠闲一点，因为昨天一天实在是太忙太累了。昨天忙到最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辛苦的感觉，就是一整天都在赶行程，然后来这里一点都不悠闲。今天晚上这个船上的活动是Para Night， 就是海盗之夜，所有的小朋友、大人、小朋友都要打扮一点点，就是打扮成有海盗风情的样子，然后去海船上开 party。 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是具体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晚上再看啦。然后今天晚上还会有一个海盗之夜的烟花，但那个烟花有点晚，是十点半好像是。你要看是不是？我知道你喜欢看，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洗完澡就去看烟花，我们洗完澡就去看，因为烟花特别晚，好吗？那宝宝都要睡了，我要出发啦！我来取一个冰淇淋，这里是可以随便拿冰淇淋吃的。然后现在孩子他们正在水池那儿游泳，就来给他们拿个冰淇淋吃。我们想冰冰。小新现在带着天天在滑那个水滑梯，我就在这里和小云一起看个电影。小云在这儿呢，这个电影是空姐的新番，电影也没有看过，然后好像还蛮有意思的，但是我也没有注意在看，因为小明明是看得很专注，然后我就在这陪他坐一会儿休息一下。今天上午本来还穿的美美的，想说要去拍拍照，但是发现实在是太热了，就是热到一个不行，然后空气很湿，然后就完全没有办法拍照，想说算了，就玩一会儿吧。点午餐吃啊，它这个 deck 就是这个甲板呀、是有好几家可以点一些小快餐的吃的地方。穿了一件衬衣，对，我的泳衣。哦，原来这里还可以买泳衣什么的，买可以买小鞋子，给明明的小鞋子。这边吃饭，我帮你。对，好。好啊，真棒！我也没有玩具。下次你来好吗？吃饭随便吃。我现在回到房间了，然后换了一身，换了一条裙子。
因为我就想说那个泳衣有点太湿哒哒了，穿得不舒服，因为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办。我小星星一个人在带着两个孩子在楼上玩，希望顺利的。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帮我们把房间收拾过了，我给大家看他们收拾有多细致，就连这个手机充电线都帮我们用这个绳给我们收了起来，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收拾的很细。我刚刚就在跑来跑去，然后取消了很多活动，因为我发现我之前预定了比如说那些 photo package 呀、就$200一个房间，然后预定了化妆，就给小朋友的海盗化妆，预定了一个 Remy 的那个成人餐厅，然后又给明明预定了那个 nursery。 我发现全都没有用，因为我这边的活动太多了，所以这些我们其实全部都用不上，所以我刚刚就去把这四项全部都 cancel 掉了。我们这个船，我觉得我们去过的地方连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都不到，所有那些成人餐厅、成人cafe 呀、酒吧呀、成人表演场地，大概大大小小能有十左右吧，我们都一个都没有去，真的太大了，就能玩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额外多加那么多东西了，我们就都开放掉好了，省一点钱。然后呢，我现在要去跟他们说一下事情，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一个行李箱，就是一个 Romeva 的红色行李箱，在被搬运到这边的途中，它那个箱子底下有一个破洞，就是破掉了，所以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一下这件事情，然后看看他们怎么处理一下。我现在打算进这个店里来看看有没有明明的小鞋子，因为我刚刚还是把明明的小鞋子给退掉了，就是这一双，我把那个六码给退掉，我想过来看有没有大一号，因为六码有点太小，它穿不下，就需要一个七码的。我又到11楼这个大泳池二了，我刚刚发现这层楼的那个商店里有这个小鞋子，我就买了这双，因为正好是明明的码数，而且是蓝色的，就蓝白色，正好也是我想要的。但是问题是它是夹脚拖鞋，所以我不知道明明愿不愿意穿，我来问看看，只好再退掉。终于找到小鞋了，挺舒服呀，你们挺舒服呀。刚才晒到宝宝了，我得换了一件。看着海景在这。我得了吧，我看着海景就晕。原来他睡多久啊？他才睡半个小时。正好赶上喝粉。我听见了，这个就是那种海盗风格的一个头巾，你可以绑在头上，或者是系在腰上，或者是戴在脖子上，就你想怎么戴都可以。然后上面写着 Caribbean Pirates Pirates in the Caribbean， 是不是加勒比海盗？是不是加勒比海盗 Pirates in the Caribbean？ 然后对，上面有 Mickey Mouse， 是的，上面有 Mickey Mouse， 看我吧，这是像那个海盗船上的厨师，对。有专门准备衣服给我的宝宝们，这个有个小，你看这个 I'm real pirate. You're real pirates. Good job. Because 为什么你说你是 real pirate? Because I got a cut of the hand on a barber hand. 真的真的，刚刚天天用手把一个脏脏打成两半，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 real pirate， 因为他很厉害，是不是？ Real pirate. Let's do this. One, two, three. Okay, okay. More closer. Yeah, that's fine. One, big tower. One, two, three. Next one. 你不行啊！原来是你不行啊！ One, two, three. Good job, Dylan. 我们出发啦！Pirate 一号 ，Pirate 二号，这是 Pirate 三号 ，Pirate 三号，天天宝贝，我看看你，给我一个 pose。四号在这儿，我妈妈上 Pirate， 二一个 Pirate 出师。
还有一个不跟主题，坚持要当 mini mouse 的宝。现在先去吃个饭，然后吃完饭就去参加 Paradise。对。然后还要找一个机会，找一个 character 拍个合影。对。因为今天大家今天都比较打扮。哦。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毛巾造型是这样的，把我的墨镜给它戴上了，然后给它的巧克力是，对，每天都有不同毛巾造型，巧克力，看我啊，啊，好帅气啊，小肚子真可爱。我现在在 Paradise 了。你每次都要和听众，让我要和听听哥哥一起做。我们现在又来干嘛了呢？真的是小青安排的太赶了。我们刚刚参加完 party， 现在又要来看魔术表演。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了，然后呢，我们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因为10点1刻有一个今天 paradise， 所以10点1刻有一个烟花，然后这个烟花，小青就说。把孩子都穿上睡衣去看，穿上睡衣，然后就要去等一下去看那个烟花。他们两个都刚刚洗完澡，感觉来个迪士尼 cruise 来的好累啊，大半夜的还要跑出来参加活动。小星他跟打了鸡血一样，就不用去看什么魔术啊，直接去拍拍照，跟那些。因为我们到至今为止还没有跟任何 character 合影呢，我的梦想就是想说全家人一起跟 character 合个影，表示我们来过 Disney Cruise 了，然后你就要发个朋友圈就可以了。结果小心就啊，天哪，你还唱挺来劲啊。冰淇淋，弟弟还在努力的啃。半夜11点，两个小孩穿着睡衣出来参加一个 party， 然后开始吃冰淇淋。